社区妈妈带来到这开场表演，带动现场气氛，加上会场各有米糕粉创新运用的料理示范，以及各是美丽各散花卉展示，有通吃，各有通看，现场成功吸引了满满的人潮。由南投县农会所举办的农村妇女各散花卉甲米糕粉推广成果展，伫县民广场内头是展开。会中特别安排各乡镇的家庆班妇女展示应用米糕的糕粉所做的创意料理，加上现场示范以及提供民众来 DIY 推广的效果，会当讲是非常好。啊，所以这今仔日咱就是咱的农会来甲大家推广，共同来甲大家共同来推广咱。所有的家政班也好，咱厝内也好，咱大家呢来插花，来用米啊来做咱这蛋糕，来做面包，啊、来帮助咱的农民，台湾的农民来销售。另外，主办单位也特别展示以玻璃瓶为主的各式美丽花卉，希望民众也会当多多来使用各散花卉，帮助台湾花农。啊，台湾的气候好，水质好，所以所散的花拢足水，啊嘛足多，以及咱南投县。啊，花嘛，善良台湾嘛，算上济之一。啊，这个花咧，都销无路啦。咱国内大家来倒销，啊，要哪销？每一个你来学插花，啊，到恁家来甲放一盆花，逐工啊放一盆花，恁家也真啊水，啊，就帮助农民来销这个花。台湾栽种的米以及花卉在国际上都是品质受到肯定。南投县农会希望透过推广的活动，提醒南投乡亲支持在地花卉，以及多多用米糕粉来做料理，不但是爱台湾的表现，也是支持和帮助台湾花农、果农上好的方式。记者金鸿山采访报道。